提示，开始你的倩女之旅吧。 师傅说：“正当乱世，战火连天，生灵涂炭。但若乱世仍有世外桃源，定是蒲家村。” 数百年前，蒲氏族人迁徙至此，安居乐业。此处民风淳朴，村民与世无争。乱世中如浮萍的我。 都走远了，我先拿着吧。
Thank you.
是，不是。找到这样一块好地方，但若是我长期的这般吃下去，总有一天普家村的花草树木都会被我吃完的。等我长大一些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。可是我也舍不得这里，爷爷、小山哥哥、木匠爷爷、更娘婶子。还有相如哥哥，我都舍不得。你别多想了，我带你去裁缝铺看看新衣裳是否完工了。或许这位婶子熟悉蒲氏兄妹，可以找他打探一下。
Thank you.